王之家太迷信，竟想半夜进爸爸房间贴符咒。你要在家里找一个财位，然后我有一年真的那个财位算出来贴我爸房间，我就跟我爸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可不可以凌晨三点的时候去你房间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二分之一强。